会的，怎么也得摸得平。嗯，系啊，一九年又有爆过咧，好似系嗰日唔知几时啊，咪话着黑色计衫翻学，跟住俾人记，即系俾人记名嘅。佢话唐阿爹警告先俾着，但系佢冇，但我从来冇听佢讲过。系啊，即系个唐阿爹警告咧，又有消息啦，年廿八咧。即下个再下个星期啊，唔系，即下个星期又个温度又跌到七度，最然之，只要佢一跌到个位数咧，又或者台下啲警告咧，我好鬼难受。有个讲法就系你着得多衫又系好，只手冻到咧打唔到机咁滞，好冻啊！俾你。講完事已經冇特別啦，咁你都係話人數比較少，跟住就言之，因為佢增成日都講噶啦，佢飛機嘅數量增加，直升機嘅數量都一樣，特別係脱離萬花筒咧，三架戰鬥機、兩架直升機加埋有五架噶嘛，咁曝光都係啦，三架直升機、兩架戰鬥機再加架運輸機，其實你上六架。脱离都系万花筒都唔假啦，因为一架直升机、一架运输机、三架战斗机啊。咁我觉得嗰叫咩？房车咧出现咧系变咗好多余，因为好简单，你本身一架战斗机其实好难打落嚟，好简单。因为几因为揸身嗰啲永远都系高手啊，火箭弹射又嚟射，你即刻吉吉咁样走啊，你射得多位咧。所以话你一佢可以話係幾何級，又或者叫做一刀切咁樣一嘢跟一嘢就更新，好誇張啊！揸喂，我揸拉姆見得最多係咩？除咗地雷之外，就係見到戰鬥機即刻攞火箭射我，或者直升機同我見面即刻超級淘汰我，跟住我中咗兩個，跟住係因俾雙護裝喺度打，你嘅房車自然就好鬼多餘。但係單市係唔會發現呢個問題啊！拉覺得話188政府咧，對於飛機嚟講重要性增加。我心諗你趕路同揸飛機有咩關係咧？即係你話喂，地面都係坦克車發揮在我心諗發揮到位咧。雖然知你見到戰鬥機或者見到直升機咧，你基本上生存機率好乸低。唔係嚇你，真係好低。依家Sam 2唔係有咁呢日上3342嘅咧，最佳跳脱啊！嗰個 project 都真係自己做嘅，跟住3312就要分組啦，即係。即係如果唔計自己做嘅，就有3312啊、3321啊、4339啊，跟住冇咯。因為得我舉旗嗰啲都係做叻嘅啫，冇問題。就反而咧，呢日咪即係應該係話禮拜上禮拜咪有啲人冇翻嘅。
關於數學 retake 嗰、那個，即係要簽名啊。咁你咁你俾1900蚊，係去到你升成 B 嗰陣時補多1900蚊，即係加多1900蚊啦。咁咧，你記得我講過啊，就喺佢公布呢個 retake 名單嗰陣時，咁坐隔離嗰個人見到自己 retake 嗰陣時咧，即喺我出到去望一望嗰個學生。那個 list 咧，佢係中途已經走咗噶，佢已經退學啦，因為好簡單，佢咧就明白自己，又或者佢知道自己咧三科考試都炒咗，數學、physics 加 mechanics 應該三科炒曬。見住佢都係，你記得成日講過就話，佢咧考試又遲到，兼且早走。早走原因就因為佢唔識。但係唔係喎？到幾多個聖誕假？10月中嗰陣時咧，見到個 IG 啊 po 話，每一日温一課，温熟一課，見到佢温數學，但係數學今次係炒硬。咁聽嗰啲 friend 講過話，佢咧基本上唔會係唔知點聽書，因為每次佢聽下書就瞓著㗎。有講話佢學期都唔識啦，有可能連簡單嘅 material science 都唔識。McKinley 我應該炒啊，因為好簡單，我諗翻起我嗰啲答案調轉曬。physics 又唔知啊，我多一句我都要睇個成績表先有決定。同埋咧，真係聽個師兄講咧，成科係有6科考試，4科主科加2科任意選修，即係有6科考試，6科係連住嘅，總之係。今即係依家嘅成 two 係2科啊，成 three 都係2科啊，成科係冇嘅，即係成科你都要開始去。去做嘢，成班即係依家 year two 嗰班咧，佢哋話五月幾收皮嘅，即係五月幾完啊，等畢業禮，跟住攞到成績表之後，睇下你嗰個 GPA 夠唔夠分咯。如果 GPA 大過3.5嘅話，可能會特登抽喺我哋學校抽80几个人去 poly year three。如果去唔到 year three， 你咪去 DI 啦。不過對於你話升乜班嚟講，要等到出嚟先，因為依家先成 two 啦。佢已經退咗學，反而我真係唔好明咧。我都有個2100几，咁佢應該2012年讀噶，但係心諗讀咗咁耐，數學都炒咁多次嘅，都有個2012年、2023、2024咁就差3年啦。即係好簡單，2012年你嗰年考試又炒咗，跟住佢2023年再考又炒。跟住去到今年2023、2024考又炒，咁即係話佢足足計埋佢今次 retake 足足考足足讀咗四年數學，不過都係炒嘅。咁其實除咗佢數學炒之外，佢呢個英文嘅寫作都炒，兼且佢所有計數嘅科都炒。咁又諗法覺得自己留喺 Ivy 都有3年几。有咩感覺呢？因為佢啲學生證係我有史以來見得最耐嘅一張，2021年喎，依家已經2023、2024啦。最完之 high， 你話泛啲，佢點樣計分我知啊？但係佢 high 啲點樣計分真係好撚奇怪。你 EA 炒咗，你成科就炒嘅，好似好嚴格咁滯嘅。
講過啦，我 MC 搞我。如果唔係 MC 抄我隔離個答案，我都係唔會即刻 retake 嗰邊。大佬夜晚三個鐘頭，隔離有個學霸嘅 MC 全部抄佢，不過老師發現唔到啦，因為我知點樣出貓，好簡單。想起我中學的時候，這個中文的背默，是的，那還記得，即是趁我都訓導主任教書，那見他看那裡的時候，靜靜地將那個答案呢放在那個櫃子上，然後邊看邊抄地理測驗都是的，地理，我記得我升中六個地理補課呢，就要測驗的，咁我係攞，咁我係正趁 Miss 望緊窗嗰時，我靜靜雞將我將嗰個答案擺喺嗰張台嗰度，佢睇我唔到啊！就係我再講中文先，咁佢有一刻咪俾好似俾佢發現到，但我兜咗翻，跟住後屘佢下一次測驗或者考試咧，就將書包擺上擺出邊。